来来来来来来，现场热起来！手呢？手呢？不是这么严肃吗？啊，咱们鼓掌，说你呢？追上的怎么来这儿了？还挺严肃啊，手都被没收了，就那么几个。我注意一下这个这些个范围。哥，咱是欠人多少钱啊？傻菜喝了，还这样？哎，还打个哈欠，你挺有戏呀、啊、你，戏精吧你？露出你的小白牙好不好？哦，他们都是大黄牙。今天呢，我们仨给大伙表演一段。别开生面。来，我们呢，可能大伙都不太认识啊。嗯。简单的先介绍一下。您说。我叫张鹤伦。哎。啊。还吃咸了呢，今天啊。旁边呢，这位呢是尚九锡。哎，九锡。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。今天这个掌声也是异常的热烈。哦。啊，虽然说把这边刨掉啊。为什么这么热烈呢？什么原因啊？我觉得是因为啊旁边站的这位啊，叫杨九郎。哎，今儿这演出啊，对我来说确实是意义非凡。简单总结呢，有那么三个头一回。这个、哪三个呀？头一个头一回啊，是我今年啊头一回说相声，这算刚开箱。啊，各位，对于他刚开箱可是对对对。第二回呢？第二个头一回啊，我头一回参与咱们这个团综的录制，头一回。对啊，第三个头一回呢，是我头一回啊，跟两个二人转演员一起说相声。来，我这个心里啊，哎呀，走，来 ，shut up， 不要再往下说了。怎么还有翻译？知道吗？嗯。让你多说点啊，刚才这几句小话啊，直接就刺穿了我的小心脏，搭桥都给我干碎了，支架都崩出去了。什么叫我们这二人转演员呢？不是哥，您这话说得太过分了。刚开始你说上来咱一起说相声，你也是一年好不容易来回演出，对不对？穿着大褂，这是德云社的剧场，咱不是说相声的吗？是啊，对不对呀？是，昨天晚上陪你喝酒没喝尽兴。那后来不是藏海找我去了吗？你对不对呀？那是怪我的事儿吗？没喝尽兴那事儿，后来不是你自己也喝不了？那我后来一看碗里那都养鱼了，你对不对？你说就我这跟你聊天这种谈吐，跟你们各位朋友就方方面面，你们看看出我有一丁点二人转演员的气质了吗？一丁点我都没有啊！我们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天赋啊！对不对？还天赋啊？还对呀、啊！您就说您改不了口音不就完了吗？尚九锡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一直就怀疑，不是你是怎么混进德云社的呀？你是，啊？你看着我，你把眼睛睁开，看着我来，你看得见我吗？你看得见我吗？你瞧你这目中无人那样，我这不是目中无人，我是人中无目，就是没长眼睛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你站好了，我站挺好。你说咱聊聊天、怎么我们就成二人转演员了？您就是，尤其不爱听刚才那句话。嗯，什么？你们俩就刚才说我们俩是什么？二人转演员呀。哎，这么着，今天啊也别让大伙瞧笑话，来了德云社啊，张鹤伦来了14年了，咱展现展现咱的普通话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哥，咱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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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不要提当年了，咱现在这口音就够重的了，咱这。别丢人了，好不好？你拿这话逼我哥是不是？刚才一说我们俩都是混进来的，你说张鹤伦混进来的，对，这事儿我不管。哎，你多仗义！这边的搭桥都碎了，我不管，对不对？他考那么多回没考上，那是他不行。那我考试那会儿也是经过了重重的把关呢。好家伙，对不对？大伙儿啊，有的也网上瞧过我们那个面试的视频哦，有看过的。现场都是当时啊，就是我们师傅边上一众的大腕儿，都是各种的考官，都是评审。正当中坐的我师傅郭德纲，对，边上于谦，这都是 C 位。进去之后就那个氛围，你说谁不紧张啊？搁谁都紧张。我那会儿，咱也不是演员，也不是艺人，我是一个素人呐，学员都不是，对不对？往那一站，颤颤巍巍的，哎呦。这都是活的，都是明星。废话，今天都看见了。各位老师好，也激动。我来报考德云社。师傅一看这简历啊，
你就是上酒戏啊？啊，小伙子，准备点什么呀？啊，会点什么呀？摘一个，对，摘一个我们尝尝，展示展示吧。来一个，我说郭老师，我准备了才艺，嗯，我会模仿很多的艺人。哦，我说我能模仿刘能和赵四儿，还是离不开二人转。我给你简单的模仿一个他们俩打电话的小桥段。哦，打电话的桥段，赵四儿大伙都看过吧，乡村爱情那个。来了啊，电话。喂，哟呵，呀，喂，老四，我打个电话，我就想问老四，嗨，另起一行吧。我就想打个电话问你，问什么呀？就我们家的电话费咋？咋？喂，老四，我都烦了。就我们家的电话费咋这么贵呢，老四？终于说出来了。哎呀，老四能挺住还真有耐心。就贵这儿，赵四这边得接电话呀。对呀、啊，这边请柬人发问了，赵四拿过电话来啊，回话啊，找找那个状态啊。哎呀呵。哟，那什么，亲家，还是前街吧，亲家，那什么，不是我说你亲家，就你天天拿着电话，就你天天就你这么打吗？电话费能吗？不贵吗？贵在俩人身上了，你看没有？当时我就给师傅模仿完了。哦，师傅看完了，叹为观止。是吗？哎呀。这个孩子天赋异禀，喜欢你，模仿界的奇才。哦，我同意了，把你留下，唱二人转去吧。对，不唱二人转都糟践了。各位，您说是我错怪他们了吗？你，二人转的交换生，你，二人转的博士生。我学历倒比他高点。你们俩来德云社都是多余，就直接就二人转去。你先走，你这二一个走。我听这话我就。扎心，你知道吧？怎么又扎心了？不是啊，我跟你说这事儿啊，不怪啊。有些时候大伙对于我们这二位有一定的误解哦，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多才多艺，啊、是对不对？我们平时是展现了一部分二人转的东西、嗯，但不是我们所有的标签撕掉了，我们还是很优秀的。你看相声演员吗？对不对？张鹤伦，对不？会的特别的多。伦哥这么着，咱也别二人转了啊。展示点其他的方面，哎，对，拿出来的行吗？展示点别的呀，来一个啊，来一回都愿意听。这么着，哎，我喜欢唱，嗯，给你唱一个，好，唱一个北京小曲儿，你都没听过。好嘞，哎呦，北京小曲儿我没听过，听着吧。啊，桃叶尖上尖呐、啊，怎么样？柳叶儿遮满了天呐、啊。不错吧？再起为这个名啊公啊，好不好？细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没听过吧？我是没听过，我没听过探清纸盒自个儿带弹幕的这玩意儿，飘弹幕。你贫不贫呢、啊、你？咱这有点好啊。这我能没听过吗？这你听过？探清水河呀、哎，我都快听吐了，知道吗？我，那这有什么不会的？这都不是。你会这个？大伙儿都会，都熟悉啊。后面这词儿啊，日思夜想的辫儿哥哥来到我的门前。哎呦，哎呦妈呀！不要，哎呦，好不要啊！吓我一激灵。嗨、哎，干嘛你烫着了？不一样了，不是？啊、嗯，我们这能跟你们一样吗？你那怎么唱？我们后面是日思夜想的谢广坤来到象牙山。对，这玩意儿多讨厌呢、啊！这玩意儿，不是那种这不一样啊。对，这能不一样？东北版的。行了，我说你们展示啊，我倒是不拦着。我再重申一遍啊，你展示点那个离山海关远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不离家乡近点不亲切吗？要是不会啊，咱就散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就，哦，就是，哦，这现在是南京啊，这个家乡的感叹词太多了，乌里贵贵，乌里布布，哎呦，就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们刚才那些才艺，离老家太近了是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那行，咱忘远了啊，嗯、展示展示，咱我疯了，我都不在国内了啊。对，给他来国外，你时间也没好。对，咱疯了啊！我就咱现在
就嫌近吗？来回远的，欧美流行音乐，外国歌知道吗？有。想给大伙儿简单的唱上一首英文歌曲《See You Again》，好吧？你先等一会儿，《See You Again》。这么着吧，给你翻译过来，翻译过来中文叫“再瞅一回”。哎，哎，那叫 “See You Again”。秀秀根，你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我什么玩意儿？不能怪我啊！我英语老师也是东北人，对不对？小时候教我“山穷水复疑无路，麦克后边不加兔”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们都是东北老师吗？对呀，你别讲那些口音。C D 呀 ，E F G 呀 ，H I J K L M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都快疯了，我都快疯。您这秀根，你这边不好听，咱就翻译过来，翻译过来就是嗯，再瞅一回。对，这不还是东北话吗？来吧，来展示，正经来，大伙唱一回，吸我根啊！好，好好听。我肯定我欣赏欣赏。It'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, my friend. I will tell you all about when I see you again. W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at we began. 你们要拍不起就别拍，这拍的这个掌声我都听着黏唰的都。你俩商量商量吧。All I tell you about when I see you again. 不错。When I see you again. 好，好。这么着吧，哎，好好给你来一回。哦，正经的，咱们好好给大伙儿唱回歌。有好的没有？今天这歌也不是给你唱的啊，是给我的老恩师郭德纲先生唱。嚯，这首歌送给我们的。老恩师还有礼物，对，这是来、来自啊我们东北的一份孝心。对，音响师准备，我们俩清唱。对，废话，清唱你 Q 人家干。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。一生要强的师父啊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我们祝你健康可爱萌萌哒。